所以我有信心让我的老公孩子跟我一样快乐。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很开心，真的很好。你老公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好男人，现在像这样的男人很少见了。哎，你知道上次那个视频点击量有多少吗？我给你看看。不用了，就在这儿。你看，我心里还是想关掉好不好？我不想听到这个声音。Thank you.